青演练中华武术五十余年，精通多种拳法，尤其是六合八法。2007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武术名家，2008年被评为世界武术百杰，2009年被评为世界武术拳种代表人，2010年被邀请作为无艺六合八法拳国际联盟总部名誉会长。谢谢，谢谢高树生大师的精彩表演，谢谢。